明星无私隐，无论大事小情，一些在普通人身上很平常的事情发生在明星身上，就好像藏着各种大戏，甚至是最隐秘的婚姻和感情也要被拿到镁光灯下反复剖析。2005年，林志玲的手机因为故障送去修理之后，她和言承旭的亲密照片就被登在了杂志上。那时林志玲已经31岁了，在出名要趁早的娱乐圈，当时只觉得这个女人真的美，可惜年龄这么大才走红，应该很快就会无声无息。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很快靠娃娃音和高情商成了广告女王，还两次登上央视春晚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仍然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。也许是林志玲太有魅力了，所以很多人对于她嫁给日本人感到意难平，或者是黑泽良平人高马大面容凶恶让人实在不放心，亦或者是国人对日本人本能的抵触。总之，林志玲离婚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事。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林志玲夫妻已经官宣离婚了，原因是不孕，丈夫出轨及家暴导致感情破裂，并且附上了林志玲被打伤的照片，真是有图有真相。但有网友发现其有点 X 型腿，因此得出结论，林志玲婚后一年餐腿型变化与日本女人的生活方式有关，是为了迎合老公所致。并且言之凿凿地表示，林志玲婚后为什么很少穿修身的裤子，选择长裙的原因就是为了遮盖变化，实在太凄惨了，令人心痛。有人喜欢低调的幸福，有人喜欢高调的炫耀，把婚姻作为噱头，过程一出戏，并且乐此不疲，而吃瓜群众看看就好了。